大家好，我是大侠摄影教室的 Alan 老师。那我要主要现在要跟大家说明的是闪光灯应用课的这一门课的课程设计，以及它适合的学员。好，那这一门课主要在讲的就是闪光灯的离机，就是时下最流行的闪光灯的摄影的技术，就是让你的闪光灯离开你的相机。好，那这堂课完全在讲这些概念。那因为光线是有它的方向性的意义，不再只是像架在机顶上直达那样。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这9堂课的设计的目标。好，第一堂课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当我们用离机以后，我们基本上在拍摄都是闪光灯全手动模式，因为我们要做到非常准确的控光，不管是主体的控制还是亮暗的控制，所以会讲一下闪光灯在纯手动模式下怎么做控制。接下来会跟大家讲，离机。我刚刚讲到最现在最流行的东西是离机。那闪光灯的离机里面可能有4种方式，我会跟大家讲说离机的4种方式，以及它的优缺点，以及适合的使用的情况，让大家知道。OK。那第二堂课，因为闪光灯已经跟大家讲在第一堂课怎么离机了，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现在最流行哦，也是大家在外拍闪光灯摄影的时候最常用到的就是日间的压光。那怎么透过压光的方式去平衡你主体跟背景的亮暗的反差？哦，这是在我们这一堂外拍的时候会跟大家讲，你怎么去操作离机，然后以及怎么用闪光灯离机去做到压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OK，那第三堂，也就是第二堂的室内课，我会跟大家讲，从光线的角度，不是纯粹从闪光灯的角度，从光线的角度，光线有各种不同的方向，我们会跟大家讲2个重点。第一个是光线从平的180度。这样的各个角度，可能它代表光线的意义，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它在氛围上面的影响，以及灯光在高到低180度的时候，它的光线的氛围跟影响所代表意义是什么？让大家知道说，如果我要针对在拍摄人像的时候，我要下一个灯，我应该下的是高度应该怎么下，在角度左右的角度上面应该怎么下，我的考量是什么？OK，在这一堂课我们做这样的说明。下一堂的外拍哦，也是针对这个部分，针对光线的方向性，在室内课我们讲的那些概念，去做外拍。那在外拍，我们设定说，如果你要达到某一种氛围，你下了灯光的光线的高度跟光线的角度，你应该要先想好，先决定好以后，然后实际上去拍摄，看跟你实际上你脑海里想的差异有多大，然后去做修正，让大家在这一堂的外拍课里面，对光线的方向性有更深一度的了解。OK，第5堂，以及之后来的2堂的室内课是连在一起的。那它主要在讲的是光线的质感，还有在光线，在闪光灯前面，如果加上一个介质，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控光工具的时候，那它会对整个灯光的光线的软硬，然后还有它光线的扩散还是聚，会产生影响。哦，所以我们会跟大家讲，你的闪光灯前面如果加了一些控光设备的时候，那它造成的光线上面的改变是什么？再来告诉大家，如果我在一些场景，我可能要达到多支灯的时候，在多灯的架设以及多灯的使用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在第5堂哦，光子控光工具多灯，还有接下来的几堂，像这一堂，第6堂课，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说，你怎么运用不同的控光工具，还有多灯，然后去拍摄一般的网拍的风格，哦，网拍照片的风格，跟大家怎么拍。那第二堂更进一步再讲一些控光工具，比较更细腻的跟大家说明。哦，这是第7堂课衔接到之前一堂室内课的设计。那下一次的外拍，我们就会跟大家讲怎么应用多灯，去拍摄，也许是单人，也许是多人的外拍。那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在打多灯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的细节，以及在选择控光工具的时候，你应该要考量。OK，所以这一堂课外拍主要的目的。接下来也是这一堂课比较偏是综合实战，就是你前面学会了光线的亮暗的控制，然后光线的方向性代表的意义，以及光线闪灯的前面加了一个介质，会对你光线造成软硬的影响。那这一堂课是综合这些概念以后，告诉大家说，一个光线可能它在打出去的时候，它是有时间概念的，它可能是可以，你可以去用你的闪灯跟一些控光的设备去打出早上的光线、下午的光线、晚上的光线，甚至黄昏的光线，这是你可以去控制的。所以当你会了这些概念以后，你可以
在任何的时间点去拍出你要的光线时间点的拍摄的效果。OK， 那再来就是光线，我们会教你怎么去塑造光线的形状，然后怎么去创造阴影，怎么对环境去做照光的动作。所以这个部分已经我们会花放很多大量的例子，让大家知道怎么去做照光，光线时间感怎么营造，以及光线怎么塑造。所以这一堂课算是一个综合实战。那如果你上完整个闪光灯应用课以后，你应该对整个离基闪光灯你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跟掌握。OK， 所以这一堂课设定的目的是，当你对闪光灯很有兴趣，你想更了解离基闪光灯的运用的时候，我们欢迎你参加这个课程。好，谢谢大家。